欸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没看过？哦呦，等一下，不要啦，哦，被围攻了，各位，完有点完蛋，好多只哦，哇塞 ，OK， 我的发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不行，有点痛，我竟然把一个王封印解除了，欸，天哪，他有点像屁屁超人欸，各位，啊，完蛋了，天黑了，哇，哑巴，啊，活的，啊，他要爆了。可不可以修理？等一下，好崩溃啊！等一下，不要了。我死了，哭啊！我死了，啊！早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冬瓜。我们今天要来玩 Steam 上的《沙盒勇者》。厂商爸爸有提供游戏序号，想要游戏的观众请在留言留下。我想玩《沙盒勇者》，一周后抽出五位幸运儿哦，并在 YT 的社群上公布名单哦。那这个游戏跟麦块一样，看到的地形跟物件都可以随意拆除跟建造，也跟麦块一样，到了晚上会有所谓的魔王军进攻玩家。每经过一个夜晚，魔王军就会越来越强。那我们马上来选角色。好的，我们到了选角色的画面了，我们可以一直洗，我可以一直洗到我想要的武器或是装备或是弓箭之类的，还有生命，这些都可以在那边洗到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觉得这个不错，双刀，我们来星爆，我们马上就进去吧。哇，我们进来了，然后我们这个游戏呢可以用滑鼠往上移，好不好？往上移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打掉，我们就有个石头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一直收集物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像蜘蛛巢穴的东西，我们稍后再把它打掉好了。现在好像去打它有点危险，感觉很容易就爆掉了。对，没错。哦，打到绿宝石欸，我们看到小怪了。然后我只要移动一格，我的宝石度就会减一哈。那宝石度要怎么让它增加？就是打开我们的背包哦，打开背包我们就有东西可以吃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个提高宝石度。然后这个游戏最酷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可以换装备啦，所以之后我们可以自己做装备，还有技能啊。然后这个材料是刚刚收集的，这些都是要做建筑用的东西。魔王军虽然每过一个夜晚会越来越强，但是我们击杀越来越多的魔王军，它上面会有个荣耀值，有没有？我就可以升级我的角色的数值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是要赶快收集东西，还有我们的食物。一开始木头是非常缺的，然后角色也可以透过游戏中的建筑创造更多的装备，研发更多的科技，让我们持续对抗魔王军的袭击哦。哦，白天了，这个游戏真的是不错啦。白天了之后就没有魔王军了哈。然后这边左下角这边还有那个新手任务啊，他会带着你走就对了。欸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没看过？哦呦，等一下，哦呦，有点痛啊。哦，还有金块欸，我们提高一下宝石度哈。来，我们提高宝石度，我们吃这个汉堡一次提升很多哦。然后这个地方它不是海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好像可以把它填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拿这个石块好了，放这边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点这个地方，滑鼠右键往下拉，它可以快速建造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一直去点里面的菜单。哦，那边怎么会有蜘蛛啊？这个蜘蛛长得太可爱了吧。OK， 我刚刚打了三只，有荣誉值4哈。完成任务哦，要石砖，要石炉，什么石砖？麦块玩太多，那这个游戏很像麦块的塔防，你要防范魔王军的攻击就对了。让我自身的角色越来越强，在这个游戏还可以招兵买马，我还可以招很多的勇者帮我挡伤害，帮我进攻魔王军。哎，有鸡耶，可以打他吗？啊，投石跟宰杀好了。哦小哦，有肉呢，我们首要目标铁矿啊，还有木材都很重要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可爱呢。哦，那个蜘蛛也会，它也会打方块，也有肉啦，这样子就不会饿死的征战。哦，这个蜘蛛哇，冲着我来，好可怕。哦，有驴子哎，不是，那是驴子吗？哎呦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它要死掉了。我要宰杀他。 OK， 赶快走，此地不宜久留，等我们强大一点再过来这边。欸，你把我的铁矿打死了，不是，你把我的铁矿打掉了，我的铁矿没了，可恶。这个游戏有点像半自动回合制的，就是你移动怪物才会移动，所以你可以慢慢想，你可以不用一直动就对了，非常适合我这个老人生存。
然后它的大便呢？它的大便可以干嘛？好像可以做肥料耶。我在这边可以种菜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找个地方来定居吧。我们就先把这边先铺平，这样等一下比较好建东西。哎，这边在角落哎，不要好了，我们去中间。因为这个地图它好像是一个正方形还是一个长方形，它就是有边界就对了，它不是无限大。然后你也不用怕你的物资挖完，因为它的物资会一直补，它会一直随机出现。哦，怎么这么多怪啊？现在不是白天吗？你不要一直追着我啦。哎，我的树，开始前期木头蛮缺的，所以木头要多采一点。哎，晚上了，完蛋了，各位，我是不是要岔赛？王军要出来了，好，就在这边，我赶快把地补一补。天哪，这个夜晚太久了吧？还好这个魔王军打人都不会痛啊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获得护盾呢？啊，哎，不要啦，我被围攻了，各位，我有点完蛋，好多只哦，哇塞，哇，怎么办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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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这个可以回复生命，吃一下，吃一下。还好一开始的怪物都不强啊。哦，凭空出现哎、欸！还好有补血。Holy shit， 这个有点痛啊！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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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吧？哦，怎么还有啊？我的天！然后他说按 Q 可以按法术嘛，对不对？法术，哇、哦，有点猛！再放一次，哦，电死他们！哇，这个法术有点猛哎、欸，要白天的啦！再放法术，电死你们！电死你们！哦，碎！哦，白天了，我可以安心的建造我的东西了。OK， 我们来建造东西，反正我们都静静看好了。来，我们建这边。哦，这个是。工作台哦，这个是做装备用的东西。来，我们再建研究台啊，研究台，我看一下可以研究什么哦，它可以研究食物，可以招募村民哦，最重要熔炉嘛，对不对？那还要铁针，可以用来制作武器啊。那这个放在这工作台上面。OK， 熔炉我们烧点东西，要这个吧，做20个，这个也做20个，强化熔炉。这个什么地图哦？哦，有地图可以用哦，好赞哦。好多东西哦，回复小屋，可以回复角色，我们睡睡看，休息。哦，睡哦，小喷泉呢？哦，还有花坛，哇、哦，还有石柱，哇塞，哇，稻草人，训练用的假人，村民的屋，那我看一下村民可以招募什么，工匠招募。就是你们看到这些东西啊，它建筑物其实都有血量，它只要被怪物或是什么东西袭击的话，需要修理齁，我们先让它回家，需要它再出来修理就好了。哎呦，可以改变外貌哎！来来来，我们需要小地图，打开地图。哦，地图有了有了有了，我在左边哦，这边有一个小框框，点缀我的村落。哦，我之前玩好像没有那么多东西耶，我刚刚不是有打很多魔王军吗？所以可以升级啊，我觉得要提高攻击力吧，然后还有血力，然后后面还有天赋生存佣兵哦，佣兵可能之后就可以开了。他要过去打我的东西了哦，你看你看你看，被打了被打了，不要恶心。我们先收集一些东西。哦，我的村落又被攻击了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然后可以修理，修理，修理要花体力，如果要用工匠帮我修理的话，要花钱，那个金币，再多招募一点村民，我就可以卖东西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使用后开启草原生态，我现在是草原生态，应该不用改。我们可以做图书馆了，我们还可以做防卫。哦，这个哦，箭塔就是要这个，我们来用一下。它有两个，一个弩炮，更高的伤害和更远的射程。这个是拥有更高的伤害，可同时攻击两个目标，好像这个比较好。我们用这个，我们先弄我们的箭塔来防卫箭塔建造，这样子应该就比较安全了吧？我走过去就打我一下是怎样？多建几个，我们这样才可以安安心心的出去探险。应该可以升级吧？可以更改天赋哦，变两个哦，赞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不要每个都改，因为我的铁没那么多。没铁了，没有铁了。哦，那个东西好想进去哦。我们突破看看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啊，我看一下我们的谁啊，应该够啦，我们东西够多，上了啦。哦，要赶快吃，吃吃吃吃。我们直接硬把它突破看看，它可以拿什么东西 ？OK。我的发，这什么东西啊？
会死，等一下这什么东西？等一下这什么？这是王是不是啊？我要被打死哎、欸！等一下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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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痛！我竟然把一个王封印解除了哎、欸！天哪，他有点像屁屁超人哎、欸，各位！哎、欸，他跟着我走哎、欸，不要啦啊，完蛋了，天黑了，哇，哑巴！啊，我的啊，他要爆了，他要爆了，他要爆了！可不可以快修理？等一下，好崩溃啊！等一下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哎、欸，我死了，哭啊，我死了！啊！我被一个屁屁超人打死了，各位，死掉之后荣誉就会喷掉，所以大家不要死掉。我们应该是皮的，结果皮去打他，害我自己闯起来。那这个游戏很便宜哦，100块而已，我记得。那、啊、找到了，哦，这样子过去会被打啊！被打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在这边捡东西，跟买块一样，打不过就捡东西啊，有点贱。再捡一个。来，升级。我就不相信我这样子打不过哦，我就这样子建一整排的，我看你怎么打。哦，伤害增加，赞啊！我们要上了，各位，魔王出来吧！啊，不要。哎、欸，这样子他哦，这样子打得赢哎、欸，各位！哦，我这个外乡人，我打赢了哎、欸！对啊，他没有掉什么东西、欸，我们试试看转换生态看看。我们打完他了，对不对？转，哦，可以了，大沙漠，不是啊，动了，哇、哦，原来那个叫大沙漠，边动它那个生态会一直动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各位，这个游戏真的不错哎、欸，好好玩哎、欸！怎么会有老鼠？是怎样？那你杀鼠啊？那冬瓜已经把一个世界王给打死了吗？对不对？再来说一下，这一款《沙盒勇者》是一个新上市的游戏，目前在 Steam 上面只要102块哦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结束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なぜか泣きそうになるけど混ざる黄昏が今溶けた。那记得啊，有兴趣的观众记得买来玩一玩啦、啊、觉得不错啦，好游戏呢。